我直接上吗？上不上，兄弟们？我兄弟们忘了我是个姑娘，上不上，哥哥们？啊，叫哥哥好奇怪，我是学姐，上不上，弟弟们？我装不下去了，我有一点点害怕。我把鞋子放上去，放上去，咱们这个都不开不开？对，换鞋。哎呀喂，上！我先爬上去了。是你给的我，来个人牵一下。要不咱开在门了个吧？我自己可以爬啊。我先说好啊，裙子有点短，不准截图，谁截图谁小狗啊！哎呦，哦，我感觉我的鞋都已经全脏了，知道吧？就是在泥土里，它本来是一双很漂亮的鞋子。上了啊，我看不到弹幕，但是你们要夸夸我。哎呀，我去，嘿，小啊，哟，这个换挡的地方有点奇怪。哦，它抖了一下，震了。这个算车震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刚刚真的震了，就是他刚，我一上来坐下来，我以为我可能200斤，他咣当一下。你喊他们再怎么贴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坐稳了。这个新车呢，它。